熔岩慕斯。有点太凉了，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小果冻，哈喽姐妹们，坚持冰山熔岩是哪个乔姐妹点的？好凉啊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
真是动物蛋奶油的，真香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今天吃这个千层蛋糕，我先切一块啊，这是新口味的拿铁口味，哇，给他们分了点，这个味道还可以啊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长颈猪爱看那个，先吃个不长的果冻。这个烤好几条就好吃。一口珍珠，一口爆浆，一口蛋糕，还要再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大梦龙来了，好久没吃这个大梦龙了。上面好多坚果，好香。